以新春之火创建新春之家庭，新春之国家，新春之民族。年以后的中国，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，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。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，九死而不悔，虽千万人防此。可是我认为，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，根本无法做到两者兼顾，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，一于此。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，不破全胜，绝不收兵。我们的脚下就是最前线，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。坚定的三年十不死，绝不后悔三不生。
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青年一代不怕苦，不畏难，不惧牺牲，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，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，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，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。